我跟你讲，发完奖金当天晚上我就让你进去。那发给我一下，等一下，盾月赛几号啊？什么盾月赛几号啊？啊，盾月赛几号、啊？现在没确定。哦，因为要跟我讲，定在七月初的样子。哎，七月初。那你放心，我可以提前告诉你，因为我这边也有很多东西要准备的。妈的，酷哥。嗯，你好。啊？那个队列赛的钱到了一半了。到了是吧？到了一半。到了一半，行。嗯。然后。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。对对对，钱。是不是个人？没有，还可以上来的。他们两个进来了。不是个人啊？哪两个逗逼来了？我操！小鸡吗？东兄，我们要不要切去那边一下？哇，去不用切。我再过一个，我过一个。明天吧。I need to wash myself。我有点远啊，过一个。啊。过一个就好，我们可以守。他们要打你了，他们要打你了。你小心啊！我发一个给他们听人听啊。Can I go to war？我操！没有气了，我操！我刚刚看 TGG 吗？哎，给门啊，给门，我找你们。哎，我逮到了一张周迅宇的图片，我来给他 P 一下。人家满了好吗？还去干嘛？他说很难过，你们还 P 你妹！哎，你们房间满了没有啊？没有啊。你还没满，我们两个。那你要再叫一个，来来。其实还有一个位置，其实我问一下小牌子、没有，我在打英雄联盟。我屏蔽他了，再见。我操，再喊一个。